嗯？滚！哎呀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算嗯，咋闻着有点枪呢？原来是我手上的。啥时候给我换芥末了？哎，今天又败了，没办法，硬着头皮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来一点。今天咱俩玩个游戏，你先选吧，选哪个吃哪个。啊，你也来这一套啊？盘子大，我选这个。好，那我吃这个。一会儿我吃完。你再打开，有神秘感，这样有神秘感。快点吧你，馋死我了。好，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，把那个倒出来。看来这是啥？我怎么有点期待呢？咋了？就这一份？对，一份你还不给我吃，你别吃了。
不知道多月份没来了。好，你吃了哈，你拿去。没了，没了，嗯，那个，又在给我头头下药。开饭了。今天我吃，你吃鸡没吃？吃，我吃的。烤肉。今天吃好了。不是你最爱吃烤肉吗？嗯。你吃吧，今天你吃，我吃好了。我早就看见了，还想成王。在口肉上下芥末，你还真拿我当武大郎了。你自己都不敢吃。
若是什么情况，他怎么吃了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应该是剩下的肉有芥末吧。他吃了应该没事，终于上套了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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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有人。